说的是真的。如果不这么做的话，我实在没有办法原谅自己。搞不好牙齿会断掉哦。无所谓。脸会变形哦。嗯。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把眼睛闭上，封锁了。说过了，我想要的东西绝对会躲到手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想要你。你们不是姐弟吗？对，是未来的事。我们要成为会做这种事的危险姐弟。你不要胡说啊！什么危险姐弟？原因不是你想那个样子的。就是你想的那样。拜托，闭嘴，放开我了，原因。抱歉，元一。原来如此，恋爱是每个人的自由，所以你不用跟我道歉，反正不干我的事。我很不服气，也开始怀疑眼前的人是不是同一个真。他反应这么冷淡，好无聊啊。什么叫危险姐弟？他就完全误会我了啦！有什么关系？反正是事实啊！你到底在想什么？想再来一次啊？何时该放弃？连拥抱都没有勇气。你的手还好吧？就随便买了纱布包一包啊。那怎么行？至少要消毒擦药吧。哦。会冷啊？还好。我真的不会冷啊。因为帮我擦药，好像会不痛了。早安。早安。
你都睡着了、啊、叔叔呢？他在自己的房间睡觉、啊、太不负责任了吧。你知道错怪他哦，一定要看我们都睡着了才帮我们抱上床的。姐姐，他应该把我们叫醒啊。你说了梦话哦。不会吧。你说我好像喜欢上阿姆。我不能阻止危险发生，但我会保护你。而且你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危险。没想到跟恶魔在一起是这样的感觉。放遗憾的美丽停在这里。